面前呢，大厅情形我看得真清楚呢。先来去请阮小姐，接着动静是。
听过啊。那安尼，我的阿妈打什么啦？你阿妈打，就是六分娘。你是听吗？来这个笑声声话的对吗？对啊，规日拄只伫个大厅，逐个人拢看甲真清楚。你两个目睭也毋是讲安尼细个类啊，两个目睭拢遮尔啊大类，搁遐电来电去，你敢知影？我拢毋敢看去呢，我惊吼放电着。啊好哩呀、啊，你所生在伫我的身躯边，咱两个人是不同姊妹去是不吗？你怎啊来伫咧笑我？你是愈来愈无大无细哦？我无大无细，我只是讲出我心内话啊，是只，敢是安尼？你若不是，你若再讲吼，唔通惹我生气，你唔通讲小声，唔敢怕你哦。秋冬，这样好啊！这是当然啊，因
你受这样的气吼，迄个人当然嘛是我啊，是屠龙威威啦，屠龙威威，恁大人生做顺，而且温柔又体贴，天生又可爱，你的情感甚好，受着这样气吼，哎、欸，屠龙威威，我问你，这样气吼？你是要送我什么人呀？这个皮肤是要送，好你的，好我的。这个人对你这么重要呢？当然嘛是真重要，对你真重要。哦，原来我知影，表示人和卫生人一定要送给叶伦大人呐。对，有咯，大金宝虽然统领，就是我的父帅，一国老祖，我的爹亲呐。